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的理想也很特别的远。九岁，姓名叫马慧霞。今年上四年级。平时都喜欢。平时都喜欢课外读书。我的梦想是想要考上大学。上学是为国家效力，给国家报效，辛苦一点，给国家人做一个有用的人。巧找挂狗皮，不笑了。我喜欢语文课，喜欢，因为语文老师讲的，非常的好。上数学课的时候，我就会打哈欠。I watch TV with Harvard Dash. It's very famous and very beautiful, very big famous. So I want.我会努力的工作，哪怕是打工也行。女生主要玩跳皮筋。男生喜欢玩就是，玩打沙包，有的可以喜欢玩那个就是打卡片那种玩，弹那种那个小袋儿。有时间的话可以写写作业，可以看看书，没时间了就是帮家里
干活的，干家务和外面就是帮爸爸拉粮食，做这些。妈妈会炒卷心菜，有时会炒土豆丝，还有时会炒西红柿。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土豆丝，因为土豆丝可以让人吃出爱的味道。如果是家里自己做的都特别喜欢，因为是妈妈爸爸妈妈辛苦做的，也是辛苦赚来的粮食，我们给吃的特别香。我的爸爸他是一个不过人长得特别的强壮，比较家里主要重的活都他干。我妈妈她是是腿有点残疾，她可以在家里做点家务，有时候可以帮助我爸爸干活。我长大以后想把我妈把我爸妈请过去。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去过太远的地方，所以我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。我想继续上学，高中学初中念完念高上高中，高中念完再上大学。明天可不小。如果大学上不了，我们可以找另一份好的工作。因为住在这里不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啊。我这个应该是抱有信心的，我觉得只要努力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完成不了的。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嘛。只要努力，应该是我觉得我的梦想离我很近。我叫杨小龙，11岁。我觉得儿子他的家庭非常可爱，爸爸妈妈奶奶叔叔大家谢谢正好。我去干了。来，这么多啊！有整天在上海也没事。妈妈，你会吗？会。去呀。我在北京出生，爸爸妈妈在打工。
爸爸是四川，妈妈是河南的。我爸爸就是在打工的时候，就是安那个玻璃和门，还有扫地。有时候呢，我在家上学的时候，碰见几个同学，我就跟他一起走那个大学里，哦，嗨了，嘿嘿。给你。数学、语文、英语、美术、体育，喜欢做又可以玩。下个月就是小朋友们一起玩，要到他们家去玩一些什么小游戏。妈妈、婆婆买新衣服，然后给爸爸妈妈、婆婆买好吃的。我想当科学家，那科学家还可以发明东西，让人用。中文名字叫周思华，我的英文名字叫西门。我是五年级。每天早晨是6:30起床，然后在家里吃早饭，一般吃都是面条。
然后或有的时候还是两台车，都可以用，那样的话就是爸爸或妈妈去上班，然后剩下的那个人去送我。我们同学大多数认为语文数学很没劲。有句话告诉我们，正如和正确的人生。然后，一般认为是说体选课、外选课、科学课、音乐课。一层是游泳馆，二层是，办公老师的体育老师的办公室，然后还有学术院，学术院是，就是我们一层是科学教室，二层是美术教室。一天差不多几乎回家就是写作业写作业写作业，吃饭写作业写作业，睡觉。有的时候是你就写完作业什么事都干完了，这会可以看个电视。然后玩悠悠球，然后或者是能在楼下骑车，或者是然后有的时候去看电影，然后去吃饭，然后去玩电子游戏，然后还有我妈妈是一个大学教师，是副教授，然后我爸爸是一个律师。然后还有的时候就是说分享一天，比如说在学校干了些什么呀，然后都学到什么呀，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分享嘛。找不到好大学，不能找到好工作；找不到好工作，就不能赚多钱；赚不了多钱，就不能报答父母；报答不了父母的话，在这个世界上就是，白过了。